去。有人看见他往村北山口去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！听闻最近闹妖闹得厉害呢，这丫头真是想气死我呀！你别急，我去寻她回来。这怨念，你可是大妹？你是谁啊？我不认识你呀、啊。这山神庙怨气四溢，凶险异常，你先跟我回村再说。你娘到处找你，都快急死了。方才是这庙中的古镜，让我看到的幻境吗？没想到，恶修罗竟是这小鬼所化。妈妈，回家。妈妈，我已除去与你纠缠的怨念，你不会再有痛苦了。妈妈，回家。 妈妈，回家。这孩子双亲离世，无亲无故，饥寒交迫而死，苦命啊！这宝镜似乎可洞悉魂魄执念，将人带入幻境。此番得到，也算是一种机缘吧。能找回大妹，真是谢天谢地，都不知该如何谢你。跑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，不怕妖怪给你叼走了？大妹知道错了，大妹不是乱跑，大妹看村里人都得了怪病，非常害怕。林家王婆婆曾跟大妹说过，村北山上的山神庙灵验，能保人平安。 我只是上山去给娘祈福许愿，我不想娘生病。唉，你这个傻孩子，就知道让为娘担心。别杀我！救命啊！他回来了，他变成厉鬼回来了！真是神医呀！这一下终于有命了，我们都没命了。满口疯话，在陆大侠面前成何体统？村长，是楚家娘子，是楚家娘子，她变成厉鬼前来索命了。 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那个女人呐！哎，此事说来话长啊，实乃我村中的一桩丑事啊。我村祖训忠贞节烈，适逢战乱，男丁多征召入伍，村里男丁越来越少。 后来每逢征兵，我们便定下逢三抽一的规矩，三户人家得抽一人应征。前些年，村东楚家抽中了冰帖，留下媳妇楚氏和义子相依为命。那楚家当家一去不归，他媳妇楚氏思念成疾，得了失心疯啊。 他先是将小儿赶出家门，之后还做出许多有辱门风的苟且之事。本想啊，找几位老成持重的妇人前去说教一番，不想那楚氏失心疯发作，连伤数人后，最后投井而亡啊！这女子不守妇道，死也就罢了，最后竟化作厉鬼，为祸乡邻。 自那以后，村人苦不堪言。后来万幸得遇一位云游道长，将其收服。本以为根除了这个祸害，怎料近日却又死灰复燃呐！老朽卖个薄面，再代村中百姓请大侠仗义出手。想不到还有如此内情。 各种鬼物聚集于此，应是受着楚氏怨念的影响。唉，你放手去做便是。无论成败，大侠的义举，老夫皆看在眼里。想必您师弟泉下有知，也会感激您的恩德呀。村长不必担心，我去除掉这一祸害。封印那土氏妖孽的地方就在村东头，那边平日里就鬼气森森，很少人去，你要多加小心呐。